哎，那块有卖椰子的，咱俩买个椰喝吧。等一会儿，等会儿，忘记了啊。卖椰子那帮人，他卖的给老贵，其实上价了。我替涨价，如果好卖贵了，你给我往下砍啊！走。椰子，椰子来，椰子啊，最新的椰子，咱这边的好椰子啊。椰子多少钱一个？80。抢钱呢，上价贵，是吧？你这卖的太贵了，你不买拉倒。哎，那个三折，你俩买不？三折这个丝儿啊，这个丝儿特别好喝。我哎，哎，别停！你干啥呢？你不是让我砍吗？我让你砍价。砍价？哦。